大家好，我是阿芳，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织课堂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款漂亮的小挂件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好多鱼。这个呢，阿芳用的是这两个是用的是五谷的牛奶棉，然后呢，工具是 3.0 的钩针，我们还要准备几颗这样的小扣子哈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线呢随便你，反正深色的就可以，黑色、咖色、藏青色都可以的哈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五谷牛奶棉的，我们还可以拿什么线哈？阿芳这个呢，就是用的这种开司米两股合并，它的合并的粗细呢跟这个五谷牛奶棉差不多。所以呢，我拿这个线的目的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不管是粗线还是细线都可以用，因为我们做这种小挂件本来的目的它就是为了灭零线，是吧？没必要特地去买。这里面的这个呢，阿芳塞了填充棉，这个没有塞填充棉，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，好吧？它是有两片这样一模一样的单元花组成的，看，这是鱼的身子，这是鱼的尾巴。我们从这里起头，好，六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锁针上引拔连接，我们勾一二三四。四个锁针代表一个起立针，在圈里面勾六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长针以后，我们给它这样往这边挤一下，然后勾一个两卷长针。好，勾完了，我们再勾六个长针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的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引拔连接。我们连接好以后呢，勾这个鱼的尾巴。我这个鱼的尾巴我感觉有点太大了哈，我们这个就勾一二三。好的，还在这个针母勾长针，勾一个、两个。三个、四个，勾四个长针，然后三个锁针，还在这里引拔连接。这个呢小一点好看一点啊，这个另外一个我就不改了，这个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关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两条鱼呢给它，就是两边给它缝合。这个我还是改了吧，这个太大了不好看，就把它改成长针就可以了。我勾的是两卷长针，这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里改掉，太大了不好看。好，我们给它这样哈，正面对着正面，给它这里。好，这边就是在每个针目上，我们一针对着一针给它缝合，用短针缝合就可以。大家缝的时候呢，缝松一点哈，要不然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点点弧形，它会卷的。哦，到了中间这里，大家看一下，中间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接连勾三个短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其实没关系的哈，你大概的这个位置就可以，所以我也没做记号。中间这个长长针，我感觉没必要，是吧？好，这边的呢也是在每个针目上给它缝合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尾巴呢是不用缝合的，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，缝合了不好看，我的缝都缝完了，全部给它拆掉了。这个如果大家有一针两针没对到，你稍微调整一下哈，这个都没关系的，知道了吧？
然后这个线头，如果你有线头的话，跟我一样不用剪，剪的这一段线也没什么用，我们给它直接塞到里面去，看到了吧？全部给它塞到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是，我们这一针上给它勾一个。好，在这里给它这样，这个地方给它勾一针哈，这样勾一针就结实一点。好，拉紧一下吧，拉紧一下这个线头，我们可以剪断了。剪断线头以后，把这个从这里给它塞到里面来，线头。这个好像用缝合针塞更好塞，用缝合针长线的。等一下，大家自己尝吧。我现在教大家，就是用这种扣子，看扣子，然后呢找，我用的是热熔胶，然后呢这个。现在风太大了，这打火机不给力，你就这样哈，自己粘吧。这样，你看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我建议大家一边装一个哈，这个你戴的时候它容易反过来翻过去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两边都算是正面，不要说什么正面反面。哎呀，笨笨的。就不知道从这里这么大的口子不会用，哎呀，真笨。然后这个穿的袋子呢，我建议大家从这里，我觉得这样更好看。如果你做的是钥匙扣的话呢，就从这里，跟我一样哈，就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你勾几个锁针。我这里呢勾了六个锁针，就在这个地方勾六个锁针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穿一根带子，就勾一根带子。我给大家用这个线给它勾一个吧。这个随便用什么线，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怎么穿过来。这个扣子呢，大家自己去，就是鱼的眼睛哈，自己去处理吧。我这个打火机这一下子，哎，跟我作对。袋子随便你勾多长哈，就这样勾到你需要的长度以后，我们给它对折，对折以后从这里，看到吧，这个你需要的地方，我们给它这样。拉过来，然后这样就跟我们绑流苏一样，给它穿过来就可以。这边呢就打结，好不好？就这样的。你看我这里就是这样，这个，你看它可以卸掉。如果你不想做这个挂件的话，你想扣在钥匙上的，你可以把这个卸下来。你看我这个就可以卸下来的，它是活动的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打结就可以，然后呢这边对折，对折给它穿过来，这样打个折，打个结，拉紧就可以了。这个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好多鱼的教程呢就到这里哈。我勾了几个颜色，其实我感觉这个白的不好看，我还是应该用黑的，用黑的应该是更漂亮。这个等一下我把它弄掉，用黑的应该是更好看。你看如果是这个黑的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白的好看，白的感觉哎呀不好看，翻白眼一样。等一下我给它抠掉好的，我们这节课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，后面大家自己完成吧。这样给它粘上去，然后呢这个袋子呢你自己去勾，勾了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这样给它，你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个对折给它穿过来就可以，然后呢从这里套过来就可以了，很简单的。我们做这个活动的呢就是这样，你需要的时候给它套上去，你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它卸掉。还有呢，你所有的这个好多鱼啊什么挂件，你可以用一根绳子，你这穿戴这个的时候你把这个绳子卸下来，是吧，可以不用勾这么多绳子。好的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